美蘭空港，美蘭空港咧，點解俾大家留意一下咧？咁主要睇幾靚噶嚇，即係似係咩咧？呢個似一個複式頭肩底嘅嚇，一個右左肩頭右肩，呢個右肩啊，穿咗嘅。咁而呢個頭部咧，其實仲可以畫個頭肩底嘅喎嚇，啲複式頭肩底意思係咁啊，佢頭部可以畫個頭肩底出嚟嘅嚇。咁頭肩底咁啊，穿咗之後落翻嚟整固，而家咧。佢一路呢排咧，市場跌到零零冧冧啦，佢都叫做咧，就冇乜點跌，都係走勢係相對強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啊呢只股要留意嘅啊，就有潛力嘅。咁啊，止蝕位咧，仲可以用咩啦嚇？28.6或者咧30蚊作為咧止蝕位，咁啊咁搏佢咧就頭肩底咧就突破之後咧就可以完成佢兩度升幅，而家兩度升幅咧都唔少噶，22蚊至28蚊到至6蚊啦嚇，即係度6蚊上去都30零蚊嘅又啊，都35蚊啊，甚至呢啲高位可以試到啊，前浪頂嘅阻力，所以咧就可以留意啦，就搏佢咧就頭肩底形成之後咧就可以咧就向上走啦，另一隻。